終焉の権力、世界のあらゆる輪廻は君たちの前にある。しかしそれを背負う能力必要だ。そんな小さな願いが前へと進むための力になってる。私たちは律者になったけど、それでも人間のままなら。今の願いはこの完璧じゃない物語を完璧に近づけること。人類の楽しみはあんたの手にもある。一撃必殺、ここが私のホームグラウンド。攻略展開。神羅の道、それが起源の意味よ。各位舰长们大家好。舰长们大家好啊。终于我们即将迎来崩坏 CERT 第一部主线的最后一个版本，月之版本。没错，第一部故事即将走到结局。我来问问看，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的心情可复杂了，我非常好奇最后的故事会怎样进行，同时我很希望陪伴了我多年的女武神能够拥有美好的结局，但我又对故事即将结束感到有点不舍。我完全懂你的心情，相信在月之版本即将到来之际，各位舰长也是既期待又有些不舍。但我可以保证，月之版本的内容非常丰富精彩，从新角色、新剧情到新活动都非常让人兴奋。那我们就从新角色开始说起吧。首先是终焉之律者齐雅娜，她是一位虚数属性火焰伤害角色，在战斗中使用双枪与单手剑攻击敌人，这也意味着在战斗过程中他拥有更为灵活的选择。和星炎之律者一样，终焉之律者能够空战，在空中有两种攻击形式，将敌人挑升到空中或是击落到地面。在非攻击行为期间点击必杀键后，他可以进行最多两次跳跃，跳跃即视作角色闪避，同时可以触发极限闪避技能。终焉之律者的攻击可以使他获得降临技术，在降临技术达到最大值后，长按攻击键即可令终焉之律者发动分支攻击。每次发动分支攻击时，他都将在月风姿态与十岁姿态间进行切换，且每种姿态均具有独特的攻击效果。此外，终焉之律者每释放一次分支攻击时，还将获得轮回石蓝。当轮回石蓝充盈时，长按闪避键将触发绝对时空断裂。绝对时空断裂就是在时空断裂期间，终焉之律者从自身展开一个完全静止的领域，在此领域内时间将完全静止，同时终焉之律者的分支攻击也将发生改变。除月风姿态与十岁姿态之外，他还可以使用周末姿态，并对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火焰元素伤害。终焉之律者齐雅娜的攻击招式非常多而且华丽，展示出了齐雅娜从容又自由的一面。感觉那个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齐雅娜又回来了。是的，终焉之律者形态的齐雅娜代表了一位主角成长的极致，实现了心灵上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圆满，因此会有点接近齐雅娜最初那种幸福天真的状态。而且她的服装是适合自由跑跳战斗的改良型公主短裙，武器是轻便的手枪加长剑，这些都能让人感觉到齐雅娜在经历过各种事件后变得自由与豁达呢。我看到她这种改变真的很开心。
是啊，相信大家看到奇亚娜这种成长与改变，都会为她感到开心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中烟之旅者的推荐武器和圣痕吧。本次和中烟之旅者一起时装的有全新武器无名之钥和超限武器无名之镜万物姿势。整体的设计也是和角色一脉相承，非常契合奇亚娜新身份的那种皓月流光的感觉。而圣痕套装名以中烟，和真理之旅者的圣痕套装是一样的设计思路。三张圣痕画出了奇亚娜这一路以来的成长历程，意义非凡。有关于中烟之旅者的情报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是新版本的另一个新角色，虚数属性雷电元素伤害始源之旅者雷电牙医。始源之旅者拥有攻击敌人的异刃，以此展示他臻于化境的剑技，在战斗过程中可以为异刃填充心体洞关，当心体洞关充满时，在招式收刀时或特定时间点按攻击键，将挥动刀剑释放本源逆速，周围的时间也会因此而冻结。这时点按攻击键还将触发二段攻击，并产生一次额外的异液诸极，在短时间内造成持续的雷电元素伤害。开启必杀技后，剑长可通过滑动荧幕令始源之旅者发动连续斩击，每次斩击都造成雷电元素伤害。斩击一定次数之后将发动最终一击。从实际演示来看，我感觉牙医的攻击招式更加干净利落了。没错，成为始源旅者是牙医完全成长的标志，继承了前人意志，也找到了人生道路的牙医在心态上变得更强大，也更从容。牙医的成长过程其实是比较辛苦的，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奇亚娜，遇到了圣弗雷亚的伙伴，遇到了十三英杰，在他们的帮助和引导下，牙医最终成为了始源之旅者。牙医确实也成长了非常多呢。始源之旅者形态的牙医与最初相比也多了一份自由和洒脱，这也是他对实力绝对自信的一种体现。而且我感觉牙医身上的装饰设计和艾莉西亚有点相似呢，这是巧合吗？确实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紫色的水晶和艾莉西亚攻击时的魔法水晶类似，是始源全能的一种表达。又比如白色和金色是想凸显牙医的神圣和幸福感，这和艾莉西亚也有点类似呢。这次牙医的武器也变得更加华丽了，全新武器成凝之钥，超限武器成凝之镜自信纯一，会与新版本一起时装。配套的圣痕也是展示了牙医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和提亚娜的相遇，加入世界蛇，结识十三英杰，现在回顾牙医的成长也真是非常感慨。而且这次新发布的两个装甲在操作上还有一些彩蛋哦，中烟绿者和始源绿者之间有一些相互叠 buff 的技能，而当中烟之绿者、始源之绿者、真理之绿者组成一队时，中烟之绿者的分支攻击将得到强化。当中烟之绿者通过真理之绿者发动的爆发连息特殊 QTE 出场时，将固定切换至十岁姿态。当中烟之绿者通过始源之绿者发动的爆发连息特殊 QTE 出场时，将固定切换至月风姿态。开启必杀技后，中烟之绿者将跃向空中，在一轮冷月的映照下，他由空中迅疾下击，发动对敌人的致命攻击。而当队伍中同时存在始源之绿者与真理之绿者时，中烟之绿者的必杀技将替换为连息必杀，且全队角色造成的全元素伤害提高。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确实让人感慨万千。从圣弗雷亚到月球，三个女孩成为了成熟勇敢的战士，彼此的信念和力量相互交织凝聚，相信在最终的故事里，他们以及他们的伙伴会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志，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在月之版本中，我们还将迎来全新武装人偶奇亚娜卡斯兰娜，她是一只可以进行火焰和雷电元素辅助的人偶，根据队伍中队长的伤害属性可以提供相应的元素增伤。释放必杀技时，她将挥打出一枚棒球炸弹，
在造成伤害的同时吸引周围敌人，减少场下角色的换人冷却时间，并使场上所有敌人受到的全元素伤害提高。看来会是一个强力的人偶伙伴，整体形象也是非常可爱俏皮。关于角色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除了角色，下个版本最重要的当属我们主线第一部的终章，然后向着明天，剧情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最终的故事即将展开。在35章的剧情中，主角们需要解决在收复地球的过程中产生的全新问题，并与圣痕计划和奇美拉的力量进行一场博弈。最终在所有伙伴的不懈努力之下，奇亚娜一行人抵达了中烟之茧，也因此获得了与另一名执掌中烟全能的存在凯文一较高下的机会。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是的，在这次的主线中，第一部最后的强敌 BOSS 凯文要登场了。凯文凭借圣痕计划完全支配了中烟之力，在最终一战里，他会以自己的理解展现中烟全能的原始样貌。在 BOSS 战中，凯文将会召唤出巨大的视线此视之兽，并站在他的上方加以操纵。视线此视之兽拥有三只手臂，其中分别持握着利维坦的逆视、奇美拉的全智、夜魔的超焰体，对应着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地质学概念。这次的 BOSS 战需要舰长们操作中烟之律者、水源之律者、真理之律者三位角色，对凯文及其召唤物进行击破。在第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利用中烟之律者的空战特性，击破被召唤出来的界缘绝灭之影，并使用他们转化出的钩爪到达高处，击败古生代利维坦的逆视，进入下一个平台。在第二个平台上，舰长们可以操作新加入的始源之律者进行战斗。中生代奇美拉的全智将脱离视线此视之兽，开始自动追踪并攻击目标。视线此视之兽还会发动可以拼刀的连续的斩击攻击，利用始源之律者的攻击与武器技，可以更好的抵挡 BOSS 的攻击。第三个平台会有真理之律者加入队伍作战，面对凯文召唤的纪元绝灭之影和新生代夜魔的超焰体的强力攻击，舰长们可以利用真理之律者的分支技能，同时锁定并一次性消灭大量的纪元绝灭之影。另外，凯文还会操控视线此视之兽，发动威力足以灭视的强力攻击，舰长们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闪避。不愧是最终 BOSS， 光看这个大小和招式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强了。而这还只是凯文的召唤物，凯文自身还有另一个形态会完全展露他所操控的中烟之力，让我们看到他更加有压迫宿命感的一面。具体的内容就等大家在终章更新后自行去探索体验咯。在主线终章开放炽月之版本结束时，舰长们还可以体验与最终战役相关的限时剑桥皓月之上，充分感受最终决战的氛围。除了精彩的剧情和全新强敌，我们还为舰长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第一部终章特别福利。在月之版本更新后至4月6日，完成主线33章以真理之名全部剧情后，可以获得圣痕自选箱一个，任选一件始源之律者推荐圣痕。而在完成主线34章月之始源与中烟全部剧情后，可以直接获得始源之律者角色卡一张。哇，这太棒了吧！想入手始源之律者，而且还没有看完34章剧情的舰长们，记得要在活动结束前完成哦。主线第35章开启之后，还有更多奖励等着大家。完成新章相关任务，可以获得剑桥驶向未来、水晶以及彼岸双生全新服装春天的艾莎尼亚。是地铁样式的新剑桥，很有开启新旅程去往下一站的感觉。还有希儿的新服装，也是很少在游戏里出现的风格呢。故事精彩，奖励也很丰富。主线的最终章，我要狠狠的期待一波。介绍完了主线相关情报，主题活动喧闹假日交响曲也不能忘记。
这次的活动是横版射击玩法，舰长们仍然可以和圣弗雷亚、黄金庭院的众人并肩作战。在每次关卡中，舰长可以操控角色在不同的平台跳跃，找准时机释放技能来消灭敌人。击败场景中的所有敌人，或是完成限时闯关挑战，才能前往下一关卡。舰长一共可以解锁十位角色，通过参与活动获得角色经验材料，就可以升级角色基础属性，解锁新的被动技能。而参加积分游戏关卡，可以获得超级好运券，来给活动武器进行力量重构。在福气宝库中，舰长可以消耗活动道具，抽取活动角色的新武器，提升武器的星级，获得更强的战斗力和更多词缀栏位数量。在装备界面，舰长可以对武器进行力量重构，刷新力量词缀，获得不同品级的词缀。消耗更多的重构道具，可以使用更高等级的重构功能，获得不同品级词缀的概率也有所差异。在步步高升特殊玩法关卡中，每通关一层将获得随机三种增益效果，舰长可任选其一作为本轮挑战的特殊效果。完成挑战后，将根据舰长的积分给予对应商店代币、月龙门窗花贴等奖励，另外还可以获得展示舰长最高通关层数的年夜月明勋章。舰长参与活动各类玩法获得的商店代币，可用于兑换失落迷迭全新服装、水晶、瑞兔侯姆勋章、重构模具、专攻自选箱 Type B 等奖励。迷迭又有新衣服了，这次的服装和之前偏西式的设计不太一样，整体走的是东方幻想的风格，背后还做了羽纱材质的裙摆，让整体显得更加轻灵飘逸。此外，全新活动圣影虚系也会在月之版本上线，这个活动有挑战模式淹没圣影和日常关卡回游圣影两种玩法。淹没圣影和回游圣影都分为四期关卡，将随时间依次开放。其中淹没圣影每一期玩法中包含三个不同的关卡，每个关卡的出战角色固定，舰长可选择自己的角色或是用角色进行挑战。在回游圣影中，每一期玩法只包含一个关卡，舰长可在指定的三个角色或试用卡中任选其一进行挑战。不同关卡的指定角色均拥有特殊的关卡技能和基础属性加成。在角色出战界面，舰长可以选择装备合适的刻印，刻印分为专属刻印与核心刻印，合理的选择核心刻印能够让战斗更加轻松。舰长首次通关任意难度的关卡都能获得爱奖兑换币，可以用于强化角色技能，获得更强的战斗力。新版本的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希望舰长们都能玩得开心。而且新版本还有很多福利送给舰长，首先就是登入活动。登入活动将在月之版本更新后开启，舰长们可以获得10张精准补给卡和2400星石。完成新版本的活动任务，舰长还可以获得自选新春礼盒，礼盒内包含远古意志、远古传承、爱因斯坦环磁机、三分结晶、自选 SP 女武神碎片等丰厚奖励。打开剑桥下方的特殊信件，阅读后可获得5张精准补给卡。参与中章的网页活动和主线拼图活动，也能获得一共720水晶。此外，月之版本还将开放素心成瘾活动补给，每进行10次活动补给，都将获得5张精准补给卡的额外奖励，至多可以获得40张精准补给卡。想要入手始源之律者推荐武器和圣痕的舰长可以多多关注。自选补给轮替也会在新版本中开启，前三期自选精准，每期的首个10连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新版本还会上线累消活动，舰长们通过补给消耗水晶，可以选择兑换星炎之律者角色卡、星炎之律者、缭乱星级、演夜星渊晋升印章等丰富奖励，还能获得星炎之律者的新服装企划逐天。星炎之律者这次的服装以火鸟凤凰为主要参考意象，还加入了玉佩、红绳等传统的吉祥元素做装饰，
攻击特效也是做成了烟花，整体就是突出五彩缤纷的节日氛围呢。这次李素商也有了全新服装锦穗玉团哦，这套服装也非常的吸引我，特别是他头上的小白兔，让李素商的造型更加俏皮灵动了，太可爱了。战斗特效也变成了梅花和山水的设计，都有着美好吉祥的寓意，感兴趣的舰长可以通过礼包币获得李素商的新服装哦。以上就是月之版本的内容情报啦，内容真的是非常丰富呢，不愧是第一部主线的最后一个版本。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非常好奇，既然崩坏 CERT 第一部主线即将完结，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计划吗？那当然有啦，接下来还会有崩坏 CERT 第一部主线的后日谈，并且全新的故事也已经在创作之中了。崩坏 CERT 会在技术、美术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新升级，请舰长们期待。希望新的一年也能和舰长们一起开启更多冒险，也希望舰长们能陪伴崩坏 CERT 继续成长。虽然很不舍，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舰长们，我们下次再见啦！再见。